好，我们来聊聊看今天的收获啊。总的来说，今天还是挺有意思的。早上的话，只做了一个事儿，希伯来语那边，希伯来语输出第八单元的第一单，包含了，不是第二单，第二单，也就是接着昨天的语法部分往后面走了一大块吧。但是如果要明天把第八单元语法剩余的部分全部做完，还是有点压力的啊。我不觉得剩下的东西跟今天的量是一样大，有可能吧，有可能还得再多加一点。也就明天的话，我们完成剩余的语法的绝大部分。好消息就是呢，我们接下来马上会进入的九、十乃至于十一单元，我都大概看了一下，量不大。好消息，它不是照着第八单元的量，它照着第七单元，甚至连第七单元还要短的量来设计的。因此，你可以说是经过前六单元之后，哎，就多多少少有点苦尽甘来的味道啊。另外呢，就是有可能能够做到一个礼拜两个单元的量往前跑。那如果是一个礼拜两个单元，这本书往前走的就快了。今年恐怕就不是前一半二十个单元的事儿了，可能我们能完成前三十个单元的计划。反正能早日把它给整完，我觉得是个好事儿，算是对得起自己。每天做事儿都有这么一说啊，昨天早上也是这个，每天来一次是吧？太绝了吧！反正早日把它给弄完，好消息就是，至少这对得起自己躺平年啊。要是作为自由职业者，这个玩意儿还完不成，就多少有点说不过去了。好，这是希伯来语方面。第二个方面，今天的打卡在夏定北两个教堂，也是一个基督教堂，一个天主教堂。基督堂呢是所谓的善牧堂，好牧人呢，善牧堂。然后天主教堂就是嘉定天主教堂喽。不过我还是头一回去嘉定北那儿，其实说起来并不算远。然后我估计的话，嘉定北那儿可能是以前的老嘉定，或者说嘉定老城。虽然我现在的话去的最多的是嘉定新城，主要是看到了嘉定影院，然后应该是以前嘉定的相当于市中心。还是那句话，无论是嘉定也好，还是华侨也好，估计去一次少一次啊。你相对于上海来说，或者说相对于上海的主城区来说，这两个地方太小了，太小了，都不太能那啥，都不太能吸引人的。去哪儿了？今天去了一趟嘉定北。去嘉定北找两个教堂，或者说以两个教堂为目的地。昨天其实也差不多嘛，昨天是去南翔对吧，南翔的两个教堂，也是一个基督教堂一个天主教堂，今天一样。而且很奇怪的是，找天主教堂怎么那么难找，是服了气了。然后基督教堂就很好找，经常在大马路边，然后特别容易一眼就看到。好家伙，天主教堂，我的天，尤其是今天这个天主教堂也找了一通，我真是服了。不过比昨天的还有星期六那个还是略好了一点，
哇天，昨天和星期六那个他真的是坑到家了。好像不是星期六，哎，管他，反正比前两个要难找多了。啊，对，找到了就看一眼，是的，没错，就是这意思，是吧？找到了就看一眼。现在不是他们聚会的时间，所以门也没有开。然后大多数聚会的时间，说实话，于我来说都不太合适。但必须要非常客观的说，主要还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跟他们那个无关，毕竟是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他的那个聚会时间跟我这个冲突太多了。接着跑，对吧？接着跑，等那个11这个黄金周过去之后，可能会去上海更多的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主要是这段时间实在不想去上海，不想去挤，能够去到嘉定新城觉得算是差不多了。比方说昨天在那儿说今天想去一趟，哎，不是，昨天想去一趟那个叫做西烟塘，但是西烟塘后来我看了一下，西烟塘要跑的话就非要去市中心跑一趟了，这个实在懒得去挤。那另外一点就是差不多我的号码被限留了4天，今天终于解封了，我能看得到这个流量爆炸式的在增长，前几天真的是个位数啊，创造了比如说几十分钟的直播居然只有一个人两个人来看的记录，也算是难得，也算是难得，呵呵，也算是难得。什么玩意都得经历一下，是吧？然后是今儿晚上，主要是在 B 站上面一边直播一边看我下载下来的那个西班牙史的视频，就是我以前说过，哎，有些东西也是可以大家一块儿看，也算是比较偷懒的一种直播的方式。看完之后，拿着自己手里面这本西班牙历史的书对照着，又补充了一些细节。总体来说，就是假如以后有机会，咱们应该能够用自己的话讲得出来才行啊。另外就是，如果让我单独去看、去啃那本书呢，有点这个信息过多、信息过量。而反过去，如果是看那个人的视频呢，也有点信息过量。所以我是打算说，把它砍成好几段，一次看那么，它一共是大概5来分钟，一次看它10几分钟、20分钟的样子，或者一次看它15分钟。分好几次给他看完，主要是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差不多对这一块的历史吧，会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而且它里面是有相当多细节的东西。当然，我也看到了他这位油管主上传的这一个视频跟我手里面这本书的出入我也看见了，所以我就说两边需要相互的至少把相关的连的东西放在那儿，如果是完全一样的就只记一次，如果是不太一样的在旁边标一标。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是 Word 的文档是没有分格的，没有分成两列，后来的话我发现好像可以
做一个一行两列的表格，也就是一个源头的东西放一边，然后两边的话在相同的或者相似的地方相互作为补充，这也算是好像一种全新的一种标法，但这个说法也有点玄乎，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找我要这份文档来看看，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目前的话，泰语那边中级课程在讲西班牙史，一个非常非常简化版的西班牙史，所以我觉得，当然了，你从教学目标上来说，它只需要你知道这么多就行，因此就是想多补充一点东西进去，或者多看点。当然了，也希望下一轮呢，有机会咱们单独把西班牙史这本书拎出来重新教一遍。这礼拜的周日还有一次西班牙语课，基本上星期日星期天上完那个课，咱们的西班牙史也就是文化概论的第二单元就差不多过了一半哦。就差不多过了一半，这是我说的，现在全力在跑这个文化概论这边，这本书比语法练习册要厚实得多。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两个学生对这方面的瘾比我要大，所以他们自己会去下一番功夫，这说倒逼出一个更好的我来吧，不能说是坏事，毕竟人各有志，他们对这个东西的喜好显然比我要深的。好，来说一说明天的安排。明天的话，假期最后一天了。当然，这只是针对直播间里的各位来说，对于我来说，倒没这问题。是明天完了之后呢，有一些课程可能会恢复到正常位置。明天上午还是英语那边照例，对吧？有英语那边的直播，本周的第三次，也是本周最后一次。三个单元，头两单元在抖音，第三个单元在您好这边，然后明天西伯来语那边，刚才也说了一嘴啊，西伯来语那边第八单元的希腊语开课没有？没开课，没足够，而且我马上要出去旅行了，下周二等各位社畜回去上班，就轮到我。就该轮到我出去走走了，人数不够，人数不够。目前看来，近段时间会开课的大概就是成都的线下了啊，因为要去趟成都嘛。重庆那边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人报名，非常可惜，非常可惜。马上要出发了，
那这样的话我可能要改改行程。以前的话想的是在老家待一个礼拜，现在看样子不会待一个礼拜了。旅行途中开课，旅行途中仍然开课，只要顾得过来，或者只要那个行程不撞车，比如说呢正好那个时候在车上，那就不好说了。但是都不会特别久吧，就是最多比方说你早上出发然后下午就到，所以如果是放在下午晚一点时间或者晚上的话，我想一般不会有什么冲突，一般不会有什么冲突。我现在最脑袋疼的是在成都，如果我那个短期班那个东西一旦开起来，就真的跟金主爸爸特撞车，尤其是晚上，这个还让我有点脑袋疼。到时候那一周啊，有几节课可能还好调，但有些课还真不好调，我说怎么办是个问题。当然这个甜蜜的苦恼就交给我吧，我现在还是全心全意还是在期待着从下礼拜二开始的又一轮旅游啊，至少是四个城市，大概要折腾三个礼拜。所以我说假如这个旅行途中不干事儿，那这个就是大半个月了，这太夸张了，肯定不能大半个月啥事都不干，就在外面纯游，这旅行也太嗨点吧。好，所以明天早上如果你感兴趣，欢迎到 B 站我的直播间去看我翻译，或者是在抖音或者这边看我的英语的直播。另外明天下午的话有可能会有一节圣经课，毕竟如果不怎么说呢，如果明天不上课的话，那这周就只剩下周末两天倒是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恢复上班了，我的圣经老师反而上班之后把他上课的时间比较有保障一点，但是他自己是说争取在上班之前还能够再补一次，如果明天还开不成课就补不成了，所以或许明天也会有一节。我还是挺期待的，说实话我还是挺期待的，毕竟这是今年的相当于一项大事，同时也是我的有一门课的素材，对吧？我是打算把那门课复刻出来，当然会加入很多自己的想法进去，但不管怎么样，它这个东西是我这轮课的相当于原始素材积累，因此我还是希望它这门课能继续下去啊。而且我还希望它能够保质保量，以一个合理的速度在往前跑。所以如果明天不出意外的话，当然我是希望现在50-50吧，下午可能会有节圣经课，那如果下午有圣经课，晚上咱们就输出一点视频，该整理的经文整理，然后不出意外的话，后天大后天周末两天只有圣经课程要上。有可能只有圣经课程要上，那咱们肯定也是大量的会输出一些希腊语那边的经文出来啊。好的，那就先说到这么多，明天中午从这里带着各位一块走到安亭，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明儿上午的收获啊，明天见，拜拜。